对啊，这边的樱花好像假的哦。来，彤彤，等一下，等摩托车经过，还有一台吗？还有一台。那是 Uber Eats，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好像是假的吧？怎么会这么美？彤彤，快点，这边是车道。好，我们从这边，彤彤这边有，这边有路，这边。第一阶段要。这是真的哦，好美哦！它怎么可以开这么久？现在都已经天气这么热，变热了。不是，好美哦，好美！彤彤，你看那个樱花，妈妈你们看，来赏一下樱。彤彤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有没有看到上面？你照那个樱花啦，你看上面好美。那个园艺啊，它是卖的，这一颗要25万。25万哦，哦，所以这是卖的，是不是？这些樱花都是卖的。他说这一颗已经20年了。真的耶，这是超大的盆栽哦，这每一个都是吗？25万。哇，哪里有写价钱？你说。哎，真的耶，吉野樱日本种，几块？25万，20年。说这棵树已经二十岁了，25万块。25万块，哎，这个好好美哦。对啊，我以为是野生的，不是。18500。富士樱花日本种，18500，好美哦。嗯。你想买一颗到门？放哪里？我们再看还有什么的。这里，我去看小盆栽。盆栽在哪里？哦，我看还有什么的。这一颗是什么？这也是富士樱，这一颗50000块。啊，彤彤往那边走好了，彤彤那边有人在抽烟，我们不要往这边跑了，往那边走。我闻到烟味了，往那边走。哦，所以它这边变成是，这么小哦，以后会慢慢长大吗？它不是可以看的吗？要种20年，所以你可以先买这种便宜的，20年后就可以开成那么大。可是它没有写价钱呢，这个小的没有写价钱，它只有绑一个条码。这个也是樱花吗？这个这么小？驱蚊树，这是什么？阳台可种一盆150，不小光哎，大光。妈妈，这个种的会驱蚊哎，它写驱蚊树哎。驱蚊是什么？驱就是赶走的意思，那驱蚊树，照这个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会把蚊子赶走，蚊子不喜欢这种树。哎，这是150块。对，150块。所以他现在爱买外面这边变成卖盆栽的园艺盆栽，什么时候变的、啊？哦，很不错哎。然后里面有一些小货柜屋。等我有。我怎么都射不到你？这边太亮了。等我啦，等我就是真的有空的时候，我还蛮想在阳台种花。嗯，很不错哎。谁都射不到。嗯，我还以为那边是野生的，所以不是。你就不闪。我没有要闪啊，我要拍，我要赏樱呢。你也没有赏樱，哪一个好特别？好可爱，好小哦。这个也很漂亮啊，你上面那个粉红色的。不可以射眼睛哦。这里他这边还写什么？免费补土，9分满。补土是什么？就是帮你把土补满了。你买盆栽的话，猫奴必备，猫薄荷嗨起来，猫闻到这会嗨起来，对不对？猫薄荷这个吗？猫闻的会很嗨。彤彤，你闻闻看，你会不会很嗨？有嗨起来的感觉吗 ？Let's go。没有，你没有接。Let's go。好啦，走吧。好啦，走吧。你没有 party party 哦。你人生的第一阶段结束，你就可以当妈妈。这个好像圣诞树，好可爱。好，我们要进去喽，宝贝，我们要进去喽，跟上来，跟上来。现在几点了，妈妈？现在晚上8:07啦，对，我们吃过晚餐之后来，来卖场逛一下。我想再看一次。看一次什么？你想再看一次竹节虫？这个有几只？不要看太久啊，你不可以拿光照它哦。这有几只？这个有几只？9只。你不可以拿光照哦，那个虫会眼睛会受伤。它有写，不能用闪光灯，闪光灯就是手电筒更不能。因为那是亮光。对，那个它会很害怕。一只。两
3只、4只、5只、6只、7只。这里冷气好凉哦。8只、9只，我找到9只了。那这个是几个？7只。我一直还没有找到。有，还有一只掉在下面。掉下去了。对啊。它这个太细了，很难找，在那个树旁边。一只。下面有两只。一只，两只，三只。我们去看一下爱买有没有 Switch。彤彤，我想去看一下有没有 Switch 可以买。哇，好大只哦！在哪里？哦，真的耶，好大，好肥哦！这只是最，这种是最大的吗？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烂掉的果子。应该是芭乐花。芭乐花，芭乐花特开了。哦。嗯。再看一下。爸爸，这只也好大哦！而且这好像树枝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在转弯跟你 say hello 吗？真的耶，其实有点可怕耶。嗯，其实有点可怕。好。哎，这只好难找。嗯。好难。这只都还没有找到。哪里？然后上边的那只啊。哪里？这边呢？叶子上这一只啊。你的正前方的叶子啊。跟下面连接的地方，然后上面这边一只啊，然后上面那叶子背面那一只啊。还在会一只吗？还有一个没看到，那个很像叶子啊，还没看到。我想要，我比较想要看谁会去爱买没有进货。有的话就不会现在。没有，听说爱买都偷偷进货的哦。像那一天动物之声的食物区，他也是前一天晚上有人来问。现在不要求一定要动物之声了。我还是要要求，因为价钱一样的话，当然要买特殊配色的、啊。那一天就是有人专门来问，就是桃园这一间，我看到 PTT 讨论版讲的，然后爱买的工作人员跟他说没有进，然后隔天早上来排队的人就给号码牌了，前一天晚上就没有，他可能就是怕你在这边彻夜排队之类的，造成。一方面是排队的人危险，一方面工作人员也困扰，所以他早上当天营业前来说要给号码牌。所以，而且我有听说这两天全省、全台湾各地的爱买，都在无没有事先告知的情况下，就无预警的上架了好多健身环，然后很多人就买到了，原价买到。然后所以我刚来买麦当劳的时候，我也有重新看一下，这边没有。然后我看说什么新竹的有了，什么台中的也有，然后花莲、屏东的都有，然后就是一上架都卖完，连基隆的都有，基隆的人也买到了。所以我知道，反正有来有散步经过就去碰碰运气，离家里很近啊。你要早上来碰运气才有用吧？在这时间不知道他补货是晚上还是早上，不一定、啊。通常是早上，或者是他就是结束。然后他都不讲，因为他也不希望你人就是聚集在那边啊。早上送彤彤，吃完就来这边晃一圈。我也不是在家都没事干，我还是有别的事要做啊。可能就买午餐的时候会过来看一下，然后就是吃完晚餐散步，这样就两次就够了啦。要量体温。啊，可以领口罩了。不过放假就去领好了，有空再去领就好，到4月1号都可以。谢谢。要消毒一下，我其实我没摸什么东西。我也没摸什么东西。我只有摸你而已。保护套，都是空盒。如果有的话，应该就放在里面，都是空盒。哇，这沙发好贵哦！折取沙发在这啊，2000多块，2350块。哇，两个六两。爱买卖的比较贵，是因为爱买都是卖原价。如果我们去电玩专卖店，或者是去在网络上面买，就有机会买到1000块、1000多块的，会有折扣。1000多块你还可以，对不对？我负责买折取，负责买控制器。我们陪妈妈去看有没有小丑装扮，妈妈说要买小丑装扮，还是用折纸装扮？用折纸的不错啊，彤彤这个主意也不错哎，用折纸的。小丑装的话在那边那个儿童区的，折个帽子然后戴一个
对啊，小丑的特色是什么？小丑的特征就是鼻子上有球。鼻子上有球。我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球。然后你可以买一颗那个，不是，你可以用我的那个球球枪那个球球拔下来。他站在鼻子上。哎，对啊，小丑的特征其实就是鼻子上有个球，然后一直笑，口红嘴巴笑得很大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然后脸是白的，这样老师也太牺牲了吧？老师要打扮成小丑。你们的演的戏是什么啊？就是剧情是什么？就是小火车要送礼物去给儿童节的小朋友，然后半路上火车坏了。然后那个就是沿路问有没有其他的小火车愿意帮忙，就这样。那跟小丑有什么关系？然后小丑就是载那些礼物的人啊。哦，小丑是火车驾驶员吗？之类的。这边有好多特价的玩具哦。我们完全无视。彤彤直接被电动吸过去。彤彤不能摸。彤彤不要摸。彤彤，我看这边好多特价的玩具哦。有那个十分钟就可以玩完的地产大亨，你确定可以吗？可是它很贵，它1000块，999元，1000块就快要比那个复仇者联盟大富翁还贵了。复仇者联盟大富翁我记得我才买950还是850，特价啦，原价也是1300多，特价的时候买比较便宜。好啦，我们再去里面看。什么东西？要看里面的说明书才知道。肥皂垢应该是10块才会那么贵。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还是05块，还是01克？这边会有卖小丑装扮吗？我们去里面找一下。这边都是水果啊，菠萝蜜是水果啊。我没看，我真的没看过菠萝蜜。我那天我看到有人留言说还有什么神秘果。对啊，我有讲。什么树葡萄？这个啊。人参果、啊、槟榔、啊、槟榔也是水果。对啊，百香果啊，没有人讲百香果，我又想到一个了。还有红毛丹啊，百香果，彤彤，我又补充了一个百香果的。我也想到了，下次可以讲了。保留到我们的绝招。对，橄榄树哎，橄榄树。要往哪里走比较角色扮演区？角色扮演区有这种区吗？那个店可能还会。那你就像彤彤说的，鼻子上粘一个球。好啊，彤彤过来。卖场都没人呢。没有吗？有人都没有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回去了。主妇之友。烹饪小诀窍。好了，那我们散步一下。怎么啦？我们要回家了，散步一下，绕一圈就回去了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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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我们再逛一逛了，应该不会买东西，就真的是散步。拜拜。Try me 就是可以让你试用啊，按它的效果。